你好，我是跑腿的，给您送的手机。好，又没抢到。您在抢红包？对。哦，抢不到没关系啊，我这有个一年挣100万的方法，教给你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你请我喝杯饮料吧，我告诉你。行，服务员，来，你说吧。你看啊，你往银行一年存4000万，这利息不就有100万了吗？我有4000万还找你啊？哎，挣4000万的方法我也有啊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你往银行存16亿，这一年的利息不就4000万了吗？别喝了，别喝了，滚滚滚！别急别急别急，这个一天让你抢600块钱红包这个方法，这个我真有。你好好说啊，不然给你差评。好好好，你打开口碑，让你的朋友帮你拆新春压岁钱，最高能得999呢。我现在已经抢了100块钱了，你看。还真是，来来来，让我也试一下。这饮料我能喝了吗？喝吧喝吧。刚才接了一个陪吃饭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刚才那个跑腿那个订单是？哦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看我手受伤了。哦，你坐着，你来我吃饭吧。哦，行。老夫子戴着假发，我不要三寸金莲护花，想和你跳超短裙子恰恰，想带你回家见妈妈。咱能不能别看手机了，好好吃饭吧？哎，就你话多，好好喂你的饭吧。Just you know why, just you know why, why you and I, why you and I will buy and buy. 你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一个手也能玩？放置骑兵呀，不用手也能玩。那你要手干嘛呀？要手打你啊！能放这么多剑吗？你先坐这儿吧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。媳妇，这是我小月公园，这过年没挣着啥钱，你看咱能不能给他凑500块钱回家路费？这样呀，那我先帮你去拿，你在这坐着等一会儿，好吧？哦，行，好，有，谢谢，谢谢。要快点。哎呦，这是1000块钱，你拿着吧，不用着急花。哎呦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嫂子。刚才可不是我去借钱了啊，只是接了个订单。哎哥，来，这些钱给你。兄弟，这100块钱你拿着，多给你介绍几个客户啊。行，哎哥，那个我还想说一下，就是你看嫂子这么善良，你骗她的钱不合适吧？兄弟啊，啊，你还没有结婚吧？啊，是。刚才接了一个送身份证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刚才说送身份证那个是你吗？啊，对，给。哦。老是这么粗心大意哦！哎，你好，刚才说送身份证那个钱包，你看这个。哎呀，不是这个呀，是桌子上那个大的，这里面有身份证吗？不是。哎，他怎么总这样粗心大意的呀？烦死了！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别急啊，我再回去给你拿一趟不就行了？拿什么拿呀？车马上开了。哎，烦死了，不回了。哎呀！哎，小姐姐。哎呀，你这个票好像是明天的，啊？你看一下。啊，真是！别激动。刚才接了一个抢红包的订单。来，手机给你，一会儿老板会在群里发红包，你帮我抢一下，我去睡一会儿。啊，行好。哎，那个密码是多少？1996。哦，行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你大姨给你发微信问你过年什么时候回家，挣到买房的钱了吗？你就这样跟他说，首付有了，装修还是20万，你借我点呗。哦，那个你闺蜜说过年想约你逛街呢，说看你朋友圈好像你最近又吃胖了。哎，你就告诉他，追我人天天请我吃饭，不胖都难。哦，好，你表姐给你发了好几条信息，说你赶紧结婚吧，再等都没人要了。哼，跟他说，你都有人要了，我怕什么？哦，行。哎，你好。又是谁啊？哦，不是，你老板发红包了，你抢了3.6块。什么？今日头条发10亿红包，我光今日红包就领了100多，他才给我发3.6块。刚才抢了一个帮女儿收拾行李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你妈喊我来帮你收拾行李的。哦，好，进来吧。喂，把这装一下吧。啊，好。装的挺快啊，再帮我装点路上吃的吧。啊，好。这个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带吗？当然了，坐火车必备啊。哦，好。
快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过年回家也挺不容易的，我等一下送送你吧。啊，那谢谢你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戴了口罩，这妆不是白化了吗？别提了，手残没画好。大半夜接了一个给老师送东西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您是实验小学的老师吗？对啊。哦，有个学生家长让我给你送个东西。送东西这么晚了？不是东西，是一句话。你睡了吗？睡了。你睡得挺爽的，我们还没睡呢。布置这么多作业，谁做得完？是哪个家长呀？你把他的电话给我吧，我打电话问点情况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客户说了不能给你。还有呢，这么难的数学题我都不会做，孩子怎么做啊？数学题？啊，我是教英语的呀。我是教英语的呀。啊？哦，那可能他把地址弄错了。抱歉，我再去给他要下地址吧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也别找数学老师，都这么晚了，就给家长找过了就行。哦，行，好，好，拜拜。谁呀？那个张宇航在吗？他托我卖的手机没卖出去，我过来还给他。手机？啊。什么手机？张宇航，给我出来。来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年终奖，我准备卖了藏私房钱，是不是？我手机都破成那样了，不知道给我用，我得了以后。你说你给他买了手机了都，都直接送给他不就行了吗？我们俩都准备买房呢，啊，他不舍得花钱，要是我直接买了送给他，那肯定让我退了。哦。算了，你的手机也该换了，赏给你吧。咋这样？刚才有个客户让我劝他媳妇儿回家，应该就是前面这个了，让我赶紧过去。你们男的呀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他不对你挺好的吗？还给你买个新车，你看看。他还没这个车听话呢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好，哈佛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What？ 你看，这话他都一年没跟我说过。是别的，是别的。你好，哈佛，给我唱首歌。正在切换音源到 QQ 音乐。他也就追我的时候给我唱了。那没事，我也会唱，我给你唱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。行，因为我给你机会，再 见，下车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问一下，那个高翔在不在？高翔好像在里面开会呢吧？哦，好好好。哎，翔哥，翔哥，那个家里出事了，你赶紧给我回去一趟嘛。啊，咋了？你咋来了？哎呀，家里有事，你赶紧给我回去吧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跟领导请个假。哦，好好好。好。为什么我刚才这么紧张呢？因为我接了一个帮忙请假的订单。哎呀，兄弟，这次演的真不错。下次请假还得找你，真的太感谢了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今天接了一个送生日蛋糕的订单，送到了之后让我唱首周杰伦的歌。我已经到了，环境看着还不错。啊，你好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我送进去吧，我还得给他唱首歌呢。哦，那行，那你跟我进来吧。哦，好好好啊。那蛋糕我就先给您放着了啊。行，啊，那个我给您唱首周杰伦的歌吧。好啊。啊，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。啊？不对啊。啊，不会吧？你们这不是那个606吗？不是啊，这是608。没事，你赶快给他唱吧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先拿走了。有人要找一个抓娃娃的高手，让我去看一看。来来来，就这，我们都抓紧把他抓完。哦，好好好。你怎么一个人跑这来抓娃娃来了？我刚下班准备吃饭呢，结果看到这一直抓不上来。哦，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技术溜得很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！没事，再来再来。哎呀！
这应该可以，这应该能行。哎呀，不抓了。哎呀，再抓一遍吧。抓了十几遍都抓不到，你走吧。哎，那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，这太过意不去了，我请你吃饭吧。那走吧。好，走走走。那你先在这坐着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嗯，好，你去吧。哦，好。我没有去洗手间，我又来抓娃娃了。我一定要抓到送给他，先不拍了，我要安心抓了。一个，两个，还有一个大的。哎呀，哈喽。哇，你不是休人家了吗？怎么抓到的呀？哎呀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肯定要给你抓到。有人下单让帮忙搬自行车，我去看一下。这是我新买的自行车，你帮我搬到楼上去吧。哦，好。那个姐，那个我就先给你放这儿了哈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哎、等一下，你能不能帮我装一下呀？哦，行的，那我试试。装了快一个小时了，哎呀，还没装完，等一下一定得要点小费才行。车装好了啊？对，要姐，我跟你说，这可不好装了，装了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是吧？啊，要不然再给你加5块钱吧？哎呀，那不用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那行吧，谢谢了哈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啊，能不能帮我把垃圾带走啊？啊，行，好啊。刚才接了一个买小龙虾的订单。我已经到了。哎，你好，您的那个小龙虾。哎，您是在看球？啊，对。哦，是不是葡萄牙对伊朗那场？哟，你也看？对对对，我正准备送完这一单回去看呢。那要不一起？啊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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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人多热闹，进来吧。啊。哎呀，我发现你们俩都是 C 罗的球迷啊。哦，对呀。那我问你关于 C 罗的两个问题吧。好。那个，他现在是哪个俱乐部？是皇马呀。他是哪一年生日？85年。哇塞，这么厉害。可以可以，你们不要这样玩了。这样，你问他一个问题，如果他回答对了的话，你亲他一口。啊、哦、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没事，来吧。啊，那你先问啊。C 罗的全名是什么？啊，这我知道， C 罗纳尔多。刚才接了一个送冰淇淋的订单，等了他快半个小时了，人还没来。哎呀，您可算来了，等下冰淇淋化了可不能给差评哈、啊。没事的，不会化的，回去冻上就可以吃了。哦，行，那您拿着。你看我这也拿不了呀，要不你帮我送上去吧。哦，行，好好好。好，谢谢。嗯。那个东西给您放着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帮我把冰淇淋放冰箱冻上吧。哦，行。哎，还有，你会打扫卫生吗？你能帮我把家里收拾一下吗？我不会。我可以给你多加20块钱。我不会，但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。那好，那你把客厅和厨房打扫一下吧。啊，行，好好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哎呀，这20块钱也不好挣啊。小哥哥、啊、辛苦了，这儿有冻好的冰淇淋，来一个。哦，好，那个这马上就弄好了。好，谢谢、啊、等我爸妈回来就说是我弄的。哎，张杰，哎，好巧啊，竟然在这儿碰见你了。哎呦，今天怎么没带女朋友过来？这是不是你妹妹啊？长得真漂亮。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，你哥们儿谁？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你不是93年的吗？今天你生日。哎呀，上次还一块吃饭来着，你们先吃啊，那个我先走了。我真不认识。其实我刚才接了一个送生日礼物的订单，客户让我恶搞他一下，我得赶紧去跟他解释解释。那个哥们儿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是你兄弟虎哥让我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。哎呦，我女朋友都生气了。这朋友也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个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向你们俩说明，不要因为外人的一些言语影响你们两个彼此的信任，破坏你们的感情。
也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在一起。谢谢谢谢。对不起，刚才接了一个剥小龙虾的订单，让我过去看看。看昨天球赛了吗？我朋友圈都崩了。看了。那个，那我先开始剥了。那个剩最后一个了，你吃吧。哦，来，那给你吧。谢谢。小姐姐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那个你太美了，我被你迷倒了。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？好好好，那你先起来吧。那个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哎，其实我刚才接了一个要微信的订单，这100块钱不好挣啊，太刺激了。今天接了一个送鲜花的订单，客户说让我送到了给他唱首萧敬腾的歌，让我们上去看看。你好，那个请问您是文文吗？嗯，是。啊，这个花是给您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那个，对了，这还有首歌是送给您的。哎呦，今天还有附加。对对对，我要怎么说？